去搭船。啊，集合，你要出发。9:40要集合，现在9点，我们要先去找停车位。然后今天比较冷，有点雨。边的这个免费的停车区里面，花镇就是这个地方是 free 的，就是免费的停车，然后没有时间的限制，但是它有一个规定，就是露营车不可以在这里停过夜，所以露营车如果在这边停过夜就会被开单。旁边就是我们昨天来到的那个公园的地方，前面就是有提到上次想要住，但是因为房间的价格太高了，所以就放弃了。那今天的行程呢，是要搭船去湖的另外一端的农场，然后今天的气候比较没那么好，今天是下雨天，90%的机会下雨。然后早上7点多起来的时候，天还是暗的，然后没有那么多的雨。但等到太阳一出来之后，雨马上就升腾起来了。我跟老婆说，这个湖岸旁边呢，长满了哈利波特里面的魂并联。那一天去那个 Kiwi Bird Life Park， 然后听到介绍才知道，这边呢有很高很高的树，就是有结松果的这种松树，其实不是本地品种，是之前呢淘金热的时候，从别的国家，可能是美国带过来的。然后反而影响到这边植物的生存，所以纽西兰现在对于农植物相关的产品管制非常的严格，在海关就是没办法轻易的带进来，就连鞋子，像我们的靴子，它都要检查那个脚上有没有泥土，因为怕泥土会把虫卵或者把植物的种子带进来，真的是蛮严格的。然后湖边呢很适合散步，然后也很适合跑步，虽然天气很冷，但是呢在这边运动的人其实还蛮多的，昨天傍晚来的时候也看到很多人在运动。然后这里也很适合滑滑板，这里也看到好多人滑滑板在这个湖边的步道上面。 Paper Show 是之前在那个Gold Coast 居住的一个连锁饭店，非常的豪华。那皇后镇呢，
也有一家分店，叫做寿呛龙辣椒，哦，还是什么辣椒柠檬之类的。Anyway， 就是它非常的热门，从大概六七个月前就全部都卖光了，完全没有房间可以卖，所以虽然它是首选，因为我是 member 会有一些优惠之类的，但是因为卖光了，所以你优惠也很大，大概就这样。那湖边这一整排都很抢手，但就是品质有好有坏啦，有比较平价的，那也有背包客栈，那也有公寓式的，然后还蛮抢手的。那这边的那个饭店就是没有 kitchen 的，只有 room 的，这个我们没有考虑，不然其实饭店是还有位置。那昨天有提到这里的地点虽然很好，因为可以看到整个好像在这个最著名的这个湾，前面有湖边的步道可以走到市中心。那这里走到市中心大概5到10分钟，看路程，像这样一直边拍照边录影边逗留，大概要20-30分钟才走得到。但如果以当地人这样步行的速度，应该5分钟就到了。前面呢就是市中心了，很近吧？那我说前面就是市中心了，我在录影，所以我在跟录影机讲话。然后在纽西兰呢，有两间著名的，就是跟船有关服务的公司，一个是这个 Real Dunes， 然后一个是 Discovery。那我们这次预约的是那个 Real Dunes， 然后他们除了船的活动之外，有安排巴士的旅游，像去那个峡湾，也是由这个旅游公司安排相关的行程。那我们要来报到了，这里有写峡湾的你要播上妈妈，OK， 嗨，嗨，妈妈， we are together， thank you。 好，我们坐那个蓝色， OK， 蓝色， OK， yeah。OK， come here。 Kiwi， 我们去跟他拍照。那个 Perfect 吗？ Kiwi， 哦，好大只哦，这也太大只了吧。 OK，这是市中心的角落，然后这是前方是最有名的港湾，然后还有一家五星级的饭店，它是属于公寓式的酒店，哦，它是公寓式跟一般酒店都有的，那就在湖边，所以价格非常的高昂，可能一晚是3-4万块吧。然后这是礼品店，我们那天有来这边买一些纪念品。在南极冰川里面喝酒的感觉很通畅。大的 Kiwi Bowl，
黑台，这是我们今天搭的船，玻璃船。Morning。就是有节目啊，是自由行习惯的吗？我们不是都独来独往吗？想干嘛就干嘛，想在那里停久一点就停久一点。Thank you.
种与世隔绝的感觉。今天搭船来到皇后镇瓦卡蒂波湖另外一边的农场，然后呢，它这边的行程是包含了 BBQ 的午餐，然后这是它的餐厅，很漂亮的一个餐厅。然后呢，有很多的食物，这个是一些 cheese 类的，然后这边呢是生菜沙拉类，然后这里呢是最有名的 barbecue， 是用姜的烤炉烤的哦。气候都变化，刚还出太阳，现在已经是阴天的。然后餐厅里面很温暖，里面都是蔬菜哦，然后有一些bread， 就是一些面包，但是我吃了一盘就饱了，战斗力太低。哇，小孩子的最爱，每个都拿一点就好了，才不会吃太甜，好不好？你就一次拿一点，那你拿回去的时候要小心哦，不要去弄到了。例如，然后这里有热水跟咖啡，然后它的那个酒精性的饮料是要另外加点的，你放着啊，我帮你加。好。你要加什么？来自己加。还有蛇的糖哎，蛇糖。这看起来不像小动物，这看起来像大动物。他说石头大了，你说你的东西要放多一点，现在来了，羊的声音，那你好，天魔，嗨 ，Hello， 嗨，你是男的还是女的？没有食物，他不太想理你，这样他会怕。哦，那我怎样？我爱你。小羊，他那也关起来了，那个有水不要踩到，好好的。哎，吃的。哎，青草他也吃啊。那啊，不可以打喷嚏啊。可以打喷嚏，我昨天看你看的够惨。昨天就喷打喷嚏了、我来的时候是大太阳。
这次都没有带雨衣或者雨具，今天我们可以不防水，我们就先撑一下吧。应该是五。好了，走吧，马路啊，我不知道。过马路，过马路。前面，对。不是，不是不能过，是我要来这家。这里还是一个摊贩。嗯，走进来看。
开沙。我们要在那里吃过面了。吃过面了。那这家餐厅呢？对。不要那么靠近，姐姐不要那么靠近呢。是吗？楼上不是吗？哎，楼上好像不是哎，那是隔壁的。我看楼梯是在隔壁，还是只有那一片？上面那一片？那一片有什么？哦，现在不行了，因为在下雨。不行了，那个在下雨啊。
我是说现在待会又会再下雨，然后你现在把它掀开，你待会要再把它盖起来。你看它这个是 keeping noise too low， 不要太大声，因为他们这个邻居会找到邻居。我想把这个打开网。哎，好的是华人。好，走吧。走。我们今天来到 The Reese 的复色餐厅，它的 lobby 在七楼，然后餐厅在六楼。我们车子停在四楼。好，我还没有访问到你，你要等我一下，可以只要小心。然后呢，我们是透过那个 first table 订的，那我们真的是 first table， 我们本来以为我们包场了，就刚才终于来了另外两个客人哎，超开心的 ，happy happy， 那我们就不会唯一的一家，所有的人都在服务我们，感觉其实真的蛮怪的。就是全场注目的焦点，就我们这一家人。然后呢，我们本来是照着那个 first table 上面的 menu 先预设了我们要点的餐点，但是我们到了现场之后，发现他的餐点有点调整过了，看起来是差不多，但是有调整过了，位置也不一样，然后有 kids menu， 对，有 kids menu。对，没错。然后呢，重点，我们本来想要，哎，请说。对，我还没讲到那里。对，我要讲说，我们本来想要点凉煎的，但是服务人员好像强力的推荐我们。对。服务人员呢，强烈的推荐我们不要点凉煎，因为。他等待的时间太久了，会到八点多。所以呢，我们只好从善如流的不点羊煎。然后在我们不点羊煎之后呢，我们的正餐其实也等了很久，到现在没有上。所以呢，餐厅就送了我们两样东西，第一样是面包。很大的奶油，超大的坨，有照片为证。然后第二项是鲑鱼，烤鲑鱼肚，哇、哦，超好吃。对，too big， really， really， 这个绿绿也是 too， 橄榄油。好，然后刚刚鲑鱼小朋友在炒这样，你要等我等我，我也烤过面，我要拍照。哦，又是很大的一个。好，来，小朋友，刚鲑鱼怎么样？好的，那是招待一次，他不会再招待第二次。对啊，是很日式的一个做法。等我下午拍个照好吗？68，猜个心，好，让我慢慢吃，慢慢想。好。